只能站起来。不能扁下去。这个角度最好。不一样吗？今天过来，明天回家。小朋友拿着本机的，那些绵羊的毛。小朋友拿着本机的上马车。是违法的，他是台湾人，我是你新人。可是我们要问一下，大家从哪里来的？我也认识你们一下。没错哈、哦，所以葛兰先生待会的意思非常简单，他如果有问到你的国家，千万不要害羞，大声举手答应。第一个问题简单，我要我问有没有台湾人过来举手一下，放你手上来。早安，大概后，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别的国家，这是国外的，没错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。都已经冲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得要绕一大圈哈、哦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草坡中央还有一只迷途羔羊？不用紧张，待会他们全部都会一起下来哈、哦。这个狗狗绕一大圈，等待我们主人葛兰先生下达最后指令，要把远方的羊群拉到我们的身边。我现在下子，这哨子的圈。来了以后哈，哎，有没有看到万羊奔腾的场面？马上冲下来哈，哎，那只偷懒的羊就站在那边，哎，看不用跑那么远哈，还可以在兄弟在那边等的哈，哎，这只羊不好哈，待会做羊肉炉啊，但是不管了，所有的羊妹妹通通下来以后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葛兰先生，各位，我们要下来，现在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牧羊是怎么样 ？Keep， it's going， keep，
狗不见了，狗不见了，没有，这个乌鸦圈就是要 keep going， 他要用左转右转的方式把我们的羊群带离我们的中间这个窄门，哦，掌声鼓励一下哈，所有羊群通通经过了我们的窄门哈，来到了我们的幸福桥，待会要来到我们范小姐这个地方哈，各位可以将你的眼光转向我们的表演台这个地方哈，我们今天请范小姐上来，各位不用紧张，她不用脱衣服了哈，她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帮我们做一个分类羊的动作哈，但是分类羊的动作看一下哈。一手控制一扇门哈，我们要把黑色的羊关在各位右手边的围篱里头，三只没有毛的跟我们的范小姐一起关，其他的中间出来哈，小姐那只是黑羊哈，你把它放出来要扣钱的哈，一手控制一扇门，这个工作不管你在纽西兰、澳洲或者是我们台湾的青青农场哈，到处都要看哈，但是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这只狗狗好像不太一样，在赶羊的时候是一直汪汪叫哈，但是不管哈。